电锯男。我看过更多。你刚刚是不是有一瞬间？就是、还有很多人的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鱼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左翼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梗图系列。那这次的梗图系列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《链锯人》梗图。虽然《链锯人》已经动画完结蛮久了，但是漫画有持续在出。老实讲，第二部之前都蛮好看的，第二部之后都蛮难看的。我跟你讲，那是因为它还没到一个韵味，就跟《链锯人》。我不知道，我很讨厌第二部的女主角。可是我觉得还好啦，就是、我没有很太爱她。然后给她一点时间好吗？给她一点时间。给她一点时间。然后最近很推《咒术回战》。使命回合篇，大家每个月每个礼拜追的话，可能看的会有点痛苦，觉得有点拖。但是其实你们一口气看的时候，觉得其实蛮短的。这样，好了，那今天是我们两个梗图，这样。那如果各位喜欢梗图的话，自己连接有就是黑鱼的 Discord 连接，欢迎大家都可以投稿。那如果各位想要就是你们对你们的梗图有信心，然后你们也觉得就是我的笑点实在太低了。你们想要挑战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挑战火野贝，没错，就是我乡内的 VTuber， 可爱。那他本身实在是太容易冷笑了，欢迎大家可以去挑战啊！你们做的梗图如果做不好，他也会喷你。这样好，那我是不是直接开始呗？电锯男，我看过更多。你刚刚是不是有一瞬间？就是、还有很多人的，这样讲真的不太好。于少可能会看这部影片，这就是我们的封面图了。电锯男，这是沙琪玛，这是沙威玛，这是马奇朵，这是马奇姆。有点超出我的预期，这是马奇马奇玛，再加一个，这是马奇玛马奇玛，这样是不是还不错？我打哈欠打到一半笑出来。马奇玛，然后嘞，就这样，靠腰啊。马千马奇玛，马千马奇玛，撞马。马奇马看马看马奇马奇马，马奇马看马没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看马在看马奇马奇马，可是哪里有马奇马奇马？没有马奇马奇马，马奇马没有骑马。他可能那个吧，写错了吧？这是马奇马吗？这不是马奇马，对啊，那个啊。他是用画的，靠腰，电锯狗跟那个定制，电制还定制啊？我都习惯念电池啊，就是电池。电池好了，电池波奇塔好可爱，确实要亲眼。你们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波奇塔、欸。就是 KFC 的官方 PO 的、欸。他们自己 PO 的、啊。看那是很屌哎、欸。Chester Chicken。KFC 的官方蛮有梗的。Chester Maintain。Chester Maintain。第二部的、欸。等等。田中脊髓剑。真的是第二部的、欸。今天那只鸡也是第二部。大家都好笑了，电刺君的蛋蛋由我来守护，好啊，谁跟上马奇马，我就和他约会。不是，电刺君怎么变成马奇马了？好像哪里怪怪的。电刺版，他这有摸他鸡鸡吗？对，他这有摸他鸡鸡。真假的？真的有吗？没有啊，这是改图啦。哦，但就是那个很好笑。我还以为真的有。啊，哇，看来有个，嘿，嘿，酸民。没有，就是他坐下来说。那个师傅，麻烦来一份寿喜。他就抱一下，拿一只尾鱼就消失了。没有，他本人就消失了。好耶，好耶，好耶，这也是第二部的，哎，不一定。第一部是第一部的，可是因为第二部有狗那个画面。这个画面是第一部的，对，没错。别只顾偷看欧派，后面有猛人来了。你看留言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米金全师，我的肌肉超人，无法想象米金输的样子，我也无法想象。其实天智不太会看帕瓦，帕瓦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那个了。没有，他会看帕瓦的奶。对，可是后来他就无感了。对啊。所以这边应该要 key 基野前辈可能比较合理一点。没有，他说别只顾着看，后面应该是你吧。哦，好，对不起。啪，没了。好呀。低卡酸民。操。PTT 酸民。我操！没有，我原本以为他比赛终止超出我预期，所以我就笑了。我才被这么简单的梗图逗笑，看，好希望这是真的哦。好希望这是真的。可是帕瓦应该有铺一些梗，对，还要看第二部怎么塞。你们真的很坏。有吗？没有。好期待这一段会怎么演？好奇怪动画哦！我去，是马奇马，这是马奇马。马奇马到底要用多久？上面还可以画一个马奇马，马奇马奇马。那些喜欢拥抱的狗狗，二次元女孩。哎，干，怎么还有混入神魔之塔的靠背？哇，
左下角还有地狱梗，对，右下角其实也算有点地狱梗，还好啦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哎呀，哇！工商时间更新登场 ，Surfshark VPN， 感谢 Surfshark VPN， 没有赞助播出，谢谢。欢迎 Surfshark VPN， 可以多找我，我很便宜哦。关于《恋锯人》里的基野 cosplay， 这应该是至今为止我看过最优秀的。你真的很奇怪，好坏啊！你真的好坏哦，坏透了。其实我很喜欢基野，难怪他死了，难怪。开头标语要写内有剧透，哎，巨烂，前面剧透啊，真的是巨烂的。看我那时候很喜欢基野，然后基野挂了。你还喜欢谁？波奇塔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，波奇塔。波奇这车。波奇车。别人万圣节，我过的万圣节。太棒了，我逐渐理解一切。哭了。万圣节。只有这一个。万圣节。啊！靠北，我懂了。万圣节，万圣节。脑袋只剩万圣节，万圣节。哎、欸，不是。日日。欸、不是。我也会说我的靴子里有蛇，直接变电锯人。这，哎，如果做这样做的话，很酷哎。哇塞，从那边。他至少是用屁股，不是用另外一个地方。你说？对。波奇塔，一些人追恋巨人是因为想当马奇马的狗狗，我追恋巨人因为想要波奇塔当我的狗狗，真的。不一样。波奇塔超可爱。那你想要下面呢，还是上面呢？啊什么？你想要上面当马奇马小姐的狗呢，还是当波奇塔当你的狗呢？其实我没有很喜欢马奇马，所以我一定是选波奇塔。好吗？我比较喜欢泡，难怪。没了。没了，谢谢一杯。两杯。一杯吧。两杯，两杯。哪两杯？两杯，你倒回去看这一个马奇马奇马。哦。对啊。谢。啪。有了。啪，有了。噔噔。比那个表哥，都要比那个表哥，都要比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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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要比那 a beautiful star， 都要比那 a beautiful star， 苦茶苦茶 a beautiful 苦茶。我觉得我快极限了。真的吗？今天喝太多了。今天网络用太多了。哇！自从上次第一次喝过苦茶之后，我就觉得干。那些吼在说装的，觉得里面不是装苦茶的那些没屌名，好不好？自己去买。我现在都会说，这是我的 mail， 我们可以私讯，我们约出来，你喝一下。你来，我们再先你喝，好不好？喝完整罐，你还不觉得苦？跪下来，承认你就是大师。没错。好，观众，如果喜欢今天片，欢迎在下方点喜欢，记得去追踪并按照分享，最多是 claim。那，最近有做名 T 恤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也会在自己的节放我们的与歌杂货的连结。拜拜。